I've got an internet crush. She's not a celebrity, but she's taken. So 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. Can't take the hint and give up. My mama told me don't talk to people you haven't met. I guess my mama was right. 到武汉了，好开心啊！这个很好做。 我们现在在寄放好行李，他要去吃王记牛杂，他买了茶几，他第一次买茶几，我没喝，我喝水，水在哪里？啊，下好了，不是我的，这是他的牛肉面店的三合一牛杂空心粉，我们就坐在算他们后厨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吧，然后我们是坐在最里面。 我还以为是那个正常的，就是它就是这种。它牛杂也很多，18元，划算的。你看起来好颓废哦。这一段不能用，还是发在YouTube。看起来好有精神啊。 我们终于找到位置坐下了，我们先找个咖啡厅休息。这一间是那种很复古风的，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窗边的位置。这里是哪里呢？新时光，是新时光，新时光，这个是老时光哦。我现在来测评一下这杯新奇汁。 好了，好假，听说是真实感受，就还可以啊。我就坐下，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：“哎，你们可以挪到那边吗？就是有5个人，一组客人。”然后就说：“不行，我先来的。”不是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就跟他说，可是我们想坐窗边。”然后就是那个姐姐也人很好，然后我们就是坐这里。很好，服务人。这是武汉的武，对，他一直说这个是扛打了。 我觉得这一杯真的是我第一次喝霸王茶姬，我觉得很好喝，我想慢慢品尝。你有一身拍光，我看到那句喝哦。这条路是樱花路，我们等下遇到更好。对，然后我们在这拍半天。茶姬废片，怎么可以那么好喝？耶，我已经打卡成功粉丝了。樱花就是几天就没有喽，哈哈，春天要结束。我没有，我喜欢樱花啦。 我们排队排了1个小时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真的会很伤心。应该是我带他来的。没有，开玩笑的啦。大家听到了吧？他平常怎么对我？这个好吃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好。 刚才忘记拍这个，真的是莲藕排骨汤，好像武汉的特色菜。但是我觉得它就是，我不知道这里的是不是都这样子，就是它的莲藕是炖得很烂的那种，它说是标榜炖6小时，莲藕吃起来是土豆口感，就是没有很好吃。这边这个超太辣了，我喝汤都吃到一口葱，整口都葱味。在这边还是比较推荐三星葱，宜兰人的骄傲。昨天晚上武汉下了大雷暴。 但今天天气还是很棒，不过明天应该是会下雨的。今天买了爷爷不泡茶，没有，它的袋子超特别的。对啊。果果，哇，好大只，好大只。
啦，那我们要花很多。消防兄弟，这个饮料很好喝，只是它很甜，而且我点的不够冰。它是爷爷不泡茶的原厂，它是荔枝冰酿，不要点去冰就好，然后不要加糖。香菜掉出来，麦哥苏饺吃，我猜测它的味道应该会像白糖桂一样。我们刚才吃热干面超级饱，它小碗5块钱，然后超级大份，但是我们还要吃小吃，我们等一下吃芝麻糊跟油饼包烧麦，都在这条街上，好喝。你叫什么？空山之子。我走了。我觉得这有点像茶颜悦色那个之子深夜的味道。耶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刚刚是这一种，刚刚还比较好看。它就是白糖桂，还有15分钟的鸳鸯。朋友要去排那个赵师傅，就是刚才那个特别多人的那一间油饼包烧麦，但是我们自己吃不下，所以就放弃。反正也很多人，就不排队了。就这条粮道街上面都是全部都是小吃，然后也很多名店都集中在这里。我们就吃了3样，然后刚才那个芝麻糊就是一般般吧，反正被这个奇怪的东西吸引了。小狗旺财的。好饿哦！我们来拍照，在这个红墙拍，就不进去了。特别可爱的一间小店，这吧台特别漂亮。我们俩不喝咖啡的人，一直来咖啡厅点非咖啡的饮料。说一下你。他刚搓了好几下，他真的吗？这肯定有搓。他2楼的位置也特别漂亮，而且可以看得到黄鹤楼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咖啡馆，在黄鹤楼附近，然后它2楼是可以看得到黄鹤楼的，只是我们现在住在1楼的一个小角落。我们比较晚出门，然后我们就去粮道街吃小吃，吃热干面，吃猪脚跟芝麻糊，然后我们就跑来黄鹤楼拍照。要拍几下手？我们下午就只有订一个黄鹤楼，但是我们没有进去，然后就在外面，然后找了摄影师拍照。我们现在就在这边享受我们悠闲的午后时光。我们要这样拍一点漂亮，快帮我拍照，现在。到时候有人要租的话，1天20。你不要在我这里打广告，不好意思。很好看，这个阳光就是。就是来买了，因为现在人少啦。油饼包烧麦。买了一个纪念品，但是他给我盖了一个我不去的地方。吃吧。有望眼欲穿的感觉，好吃的。我们点了3个必点，但是那个干煸藕丝没了。我们是晚餐时段5点刚开门就进来，那个干煸藕丝应该是中午就卖完，不然我觉得它应该会很好吃。芥花生、鸡骨丁跟炸苹果圈，这个很好吃。这个也还不错，刚才那间挺好吃的，小苍蝇馆子，但是
我们两个人而已，不太适合吃合菜，就只能点几道而已，有点可惜。好浪漫哦，骑脚踏车追日落。那个夕阳真的落得特别快，我们刚来的时候它还悬在上面，它现在已经被桥遮住了。它下落很快吧？超浪漫的，相机拍不出那个感觉。我刚才帮一对姐妹跟一对情侣拍了个背影，但是没有人帮我拍。日落真的特别快，现在对面已经开灯了，好浪漫啊，嘿嘿。我们要走了，前往下一个夜景地点。人家是情侣，我有姐妹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。哎，我真的，我刚才在看夕阳的时候，脑海里都是这首歌。要坐船去江汉关。大家都去抢占甲板的位置，我们就乖乖的在这个窗边待着吧。外面太多人了，而且大家都用冲的。结束今天的旅行了，明天是最后一天。感觉今天天气还是很好，虽然气象预报说会下雨，那希望在我们离开武汉之前都不要下雨，最完美。就今天就差不多要离开了。椰子冰淇淋要融化了，拍到它要融化了。我们来到这间店门前了，请购物。我把这个卖掉，我要换购。他这个新的，才买不到两个月，买了一个这个格纹厚背包，它珠珠很好看。在房里已经在一个人在里面苦恼当中。他也很喜欢包，好开心啊！有了新的包包，我们两个都有新包包，我现在背新包包。反正他很，这个包也是跟你一起买的，这个包也跟你一起。可是这个他这个流浪包，他想了很久。对啊，他从去年就想要了，然后现在才买，现在卖掉，然后马上就不爱了。已经开始要有下雨的感觉了，先去。转战古德寺，今天平日，这样还不算多人。大家拍照都要排队。我刚拍几张满意的，然后就整个大阴天，然后开始下雨了。现在我们可能等下要打车，现在是我们最后一个行程了，要想一下要去哪里。我们意外来到一间很不错的下午茶小店，他刚才还让我们选杯子，服务超级好。那他好像一到二楼是卖服饰的，我们现在下来逛。可爱，其实看来看去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花瓶，这个是他们手绘的。我在看这个盲袋，他说这个里面会有饰品或什么的，就他店里的东西都很好看，可以抽一个试试看。希望还是饰品。是一个手做的 choker， 完了，我不会戴这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就是项链啦。哦，项链，那脖子长的人戴才好。他刚才让我们选的可爱的小茶杯。
这里其实比我们早上去的好梦林更好逛，有很多商店。我们要去拿行李，然后准备离开武汉了。